那个马上盖了房子昆明。喝啥气？臭烘烘的那个里头，有味儿了。嗯，啥烟呢？耳钉啊，是耳钉一般好发炎，你知道吧？耳钉里头有金属一膨胀。你没那日子，这也是个耳钉。你的那个不是，你那是金属的事儿，老君。嗯，去玩吧，玩。难闻死了你，可难闻。嗯。他不中，这一会儿这会儿几岁了？十岁了？七岁。七岁了。这会儿还不中，弄那个呢？都光着耳朵痒。那哎呦，可难闻的很。嗯，因为他一他一挖那个指头，嗯，用指头上一样，我摸是挖的，我闻着那指头，一闻啥去了才看呢？平时都得经常给他检查，你看那个里头是个耳钉，这个也是个耳钉，这个是一发炎流脓流水儿，它好软呢。可舒服了，还是软软软，嗯，可解药。所以说不用害怕，我刚才紧张的。你要注意哪个？我明天早上还是什么？